这就是玩到让别人怀疑开挂的亚索吗？他大招你好想杀他呢。没机会了呀，一手骗大。这被动不刷出来的话我死了。末班车。一下瞬间离开了两千码，他们都不知道我亚索去哪儿了。水银我应该能很快，对，水银鞋，先杀这个，他太肥了。我吐了呀。我没了呀，我操，五个人，啊！我操，大哥！好挂，举报亚索。主播的话，以前买不起外挂，我知道这游戏有挂有脚本。我是个贫困山区的孩子，但是我很喜欢这个游戏。我天天看着别人的操作，是吧？看着那些外国人的操作集锦。我有一天，我跟朋友说，我也想我的亚索也能，对吧？上这个集锦吗？他说他笑了，是那种很嘲笑的说，就你，我没日没夜的苦练。把自己练成了外挂，涨了400多万粉丝，遇到了大家，感谢大家的支持，举报亚索，知道吧？练到被对方，对吧？举报。还追风少年，你个挂逼。